啊，咁我叫马赛啦，赛马系马赛马嘅赛，依家系一个 film student。我依家就企喺人生嘅转折点上面啦，因为我依家20岁，所以我希望各位评判可以俾我一次机会参选呢一次盛会，我亦都喺度做出承诺，我会将自己最好嘅嘢呈现俾大家。多谢。其实是什么原因呢你参选？我希望20岁可以做啲对自己人生好有意义嘅事情，令我人生以后更加精彩。林允聪，有咩问啊？你老豆咪整蛊你啊？同埋好中意跑马？唔系噶，你老豆咪叫马骝啊自己？因为其实赛咧系想我喺各个方面都可以叻过人哋咯，即系给予咗父母最好嘅期望同埋最高嘅期待咯。因为你企好似童子军咁嘅企到好似。因为其实话做 model 咧，我就唔系咁识嘅，但系我系同对演戏啊，对呢一方面系有好大嘅热诚咯。嗰个形象就短头发又好清爽，但系佢个妆咧都两笪，好似啲子宫仔咁。即系咩效果呢个系？你觉得点啊，老生？嗱，我知道其实讲开佢中意电影咧，晶哥都有啲嘢想问啊，嗬。系啊，你读电影啊，咁你会更愿意做导演定愿意做演员咧？咁我想趁住自己后生啦，而且做演员系我由细到大嘅愿望。咁我想做咗演员先，等第日储定啲钱，咪可以自己做导演咯。答咗咁多种唔同类型嘅问题之后，17号马赛现场观众手上得到49分。